长荣海运高雄港第七货柜中心导入高度自动化的船边装卸作业，由控制中心从远端监控及启动车机派令，及时接收解柜内车进场讯号，并同步传送至海关。控制中心人员从远端遥控操作卸柜，完成后解柜车即可前往柜场储区。货柜外车进场执行交领柜任务，使用长荣货柜通开启零接触服务，由控制中心远端接收任务讯息。货柜车入场行经 OCR 智能辨识，自动辨识车号及柜号等资讯，并依任务分流行驶专属车道，有效减少车辆怠速停等所产生的空气污染与燃油消耗。车辆辨识完成后，司机使用长荣货柜通在 Kiosk 自助报到，交领柜免下车更便利，并可快速前往储柜区。在解柜车与货柜车 AB 车道分流下，确保行车安全与流畅。货柜车进入储柜区，经 OCR 远端报到以及门市机 OCR 近端报到，门市机内建 TPS 拖车板台定位系统，方便司机于作业点定位。定位完成后，由控制中心人员进行远端监控，并执行上板动作，高效率完成交领柜作业。货柜车出厂行经 OCR， 司机下车与厂区检核人员核销派令，使用 Kiosk 列印放行相关文件，交由检核人员后再按 Kiosk 完成键顺利离场。高度自动化作业全面提升船边与柜场装卸作业的效率与安全。第七货柜中心提供安全、宽敞、便利、环保的仓储服务，拥有超过10,000平的仓储空间，整体净高9公尺，每平方公尺载重达3吨，并严格执行门禁管制，提供司机定点快速报到服务，协助司机取得 QR code 执行交货或领货任务。每座仓库设置38到4.5至8公尺宽滑深门，以及21座电动月台调整板，方便各类型货车进出厨。全区 WiFi 智能管理，并设置2.5吨与5吨的环保电动式堆高机。厂区规划外车专属车道，货车入场上下货时，可透过尾门洞收藏升降板，提升作业效率。现代化的仓储设施是您全球货物储转的优质首选。第七货柜中心打造智能化的安防系统，全区建置电子脉冲围篱，并严格执行门禁管制，确保厂区人员及货物安全。柜场安装超过600支 CCTV 可及时监控，异常状况发生时可立即锁定目标，控制中心即刻派员前往现场勘查并排除状况。柜场360度全时监控，安全防护零死角。长荣海运以行动实践绿色环保使命，车机全面电气化，空重柜堆高机使用高标环保引擎，厂区架设太阳能板以及建置污水处理厂，回收处理作业废水，全厂采用 LED 灯照明设备，覆盖独立 5G 系统、光纤及物联网，并使用 SCADA 系统追踪与分析厂区机具与设备的能源消耗，有效达成节能减碳目标。长荣海运高雄港第七货柜中心位居亚太航运枢纽，地处台湾海峡与巴士海峡航道交汇要冲，是欧美亚海运必经之道，以高度自动化及智慧化服务为您带来关键优势。长荣海运高雄港第七货柜中心与您携手共创卓越荣景，航向永续美好未来。绿色码头，智慧领航，
长荣海运高雄港第七货柜中心。